哇塞，这是岩结晶矿吗？周琦，欢迎大直，欢迎老中医，这么早，这么早你们，大直帮我分享一下到我们户外圈呗。你看这个是魔鬼城这边特有的，你看看到没？它的岩碱土里面有岩结晶，看到没？是不是很漂亮？闪闪发光的岩结晶，走进去看看。传说中魔鬼城有很多宝石的哦，看一下是不是？9:30，我是9:30我们才能出门，你知道吧？昨天晚上好冷啊，在这里，那个魔鬼城风好大，那个风呜呜呜响。这里还有个游客接待中心的关门了，看一下。以前稍微出点名的地方就有人收钱，现在终于没人收钱了，哈哈，太爽了，没人收费了。去瞄一下看看，欢迎随我飞扬啊！你尝碗尝一下，你就可以渡劫了。哎，这里有个岩洞，看到没？